冯莹莹和陆浩明这天一起为全新饮食节目《主场争霸》担任嘉宾，可以大饱口福，一次品尝由宝哥和 Ricky 两位名厨炮制的中西佳肴。而且本集的食材还非常特别，很适合大家冬季进补。好幸福啊，因为我们呢可以啊大饱口福啊，我们可以吃到 Ricky 上 Ricky 上会煮那个西式方面 Western 的，而宝哥呢就煮中式的，所以呢我们可以吃到很多不同一个食材啊，可以吃到不同的风味，哇，厉害！你说到就是那个食材呢，今天那个材料呢非常的特别，就是那个羊的羊蝎子，蝎子，这是在哪里了？我可以就是示范给大家看在哪里。哇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有眼睛自己看啊，中间今年啊。今年的地方，对啊，直到最尾的地方就是那个羊蝎子的部分呢，所以是很特别。对，小健，今天有 Ricky 师傅呢，还有这宝哥可以示范煮给我们吃呢，就在冬天你吃也会很暖，很幸福。温暖。六号和肥妈主持饮食节目多年，但几乎没有动手煮过，只是负责吃。不过他就说自己其实厨艺不差，接下来希望可以和大学主修食品及营养的莹莹一起主持饮食节目。之前我想赖乐怡啊 BB 来了的节目，不是 BB 来了，是他的饮食节目啊。对对对啊，我们有交流讲普通话方面的什么的了，就交流一下煮东西啊，哎，不错啊，因为好多观众都猜我不懂得煮，其实我还可以的。肥妈有时候都问我的，对了，对了，你是不会就是煮饭给你女朋友吃吗？啊，也有，1001次，之前她生日，就是一个一期，她说不好了，吃代餐。对啊，弄太辣太累了，太久啊，弄太久啊。哎，我知道你们俩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下一次可以一起煮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今天来了就是宝哥煮中餐呢，还有 Ricky 师傅就是示范面的一些菜色嘛。对，我们就是想我可以煮日本菜，你可以做泰菜啊，越南啊，对啊，东南亚。International 啊。